机智回答术，春节回家串门走亲戚，难免问三问四，你该如何机智巧妙回答呢？一，问你谈对象了吗？答，还好了，有几个倒追的，还没最后做选择。二，问你挣多少呢？答，还好，解决了温饱，够花。三，问你啥时候买房？答，钱在卡里，早准备好了，想买分分钟的事。四，问你干的什么工作？这么牛？答，说了你不懂，玩手机的，一天到晚忙。看到没，亲戚朋友爱听啥你就说啥，即使实话实说，除了取笑你，他们也帮你解决不了啥问题。如果还打破砂锅问个没完没了，你就反客为主，问他们身体怎么样，怎么变胖了呢？再不济就问他们两口子这么恩爱，咋不生个二胎呢？瞧，估计接下来也没几个再操心你的事了。你学会了没有？